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。今天 Miss Fang 要跟小朋友讲一个关于树的故事。故事的名字呢叫《两棵树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喽。两棵树，有两棵树，是那么友好。一棵长得高大，一棵长得矮小，不过小树正努力地长高。春天来了，它们一起盛放鲜花。一到冬天，它们的枝头又落满雪花。像所有的树一样，它们比赛谁最先回到春天，比赛谁的叶子长得更绿更多。不过大树并不是总是占先哦，他们还比赛谁的枝上鸟儿更多，更会唱歌。为了分出胜负，他们有时互不相让。有一天，花园被人买走了，中间砌起了一道高墙，高墙挡住了两棵树彼此的目光。大树感到好孤独，它的叶子渐渐变黄。小树在墙那边安慰它说：振作点哦，我们一定会长得超过高墙。叶子都渐渐变黄，并且掉下，离开了大树。他们共同经历了一段长长的孤独的时光。终于有一天，大树看见一片绿叶从高墙那边攀升过来，就像小树的问候一样。等会儿，我快来了！大树兴奋地对小树说，它在春天结束前也长高了许多。他盼望着早日能和小树会合。他们终于幸福地重逢了。尽管岁月改变了彼此的容颜，大树比以前更加高大，小树也不再是那么矮小。他们又在比赛谁的枝上绿叶更多，鸟儿更多。他们是多么珍惜这重逢的快乐，他们都在努力地把手臂伸向对方，只为了那有爱的汇合。终于，他们的树枝相互交叠，谁也不能使他们再次分离。人们经过时，也许以为听到了风声，其实是两棵树在低声倾诉着秘密。当然，它们还在不断的成长，长得更加高大，更加美丽。不管是建筑工人还是园丁，都不能使它们再次分离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小朋友，下次再见。